今天小妹分享怎么上蜂巢机，方法很简单。我们首先一个是蜂筐，一个是巢机，还有这个工具就更加的简单了。我们只需要一个木棍，一个铁钉。我们把铁钉钉到这上面去之后呢，两边垂扁铁钉的巢，然后呢让铁钉的逃的时候呢，这里是有一个巢，巢呢刚好合适这个蜂筐这个铁丝上面，让它上下可以这样子滑动不走位。好，接下来教你们怎么操作。准备好一块蜂巢机，放到一个板子上面，再把这个蜂筐放下去。注意了哦，这边是要靠边的，这上面可以不靠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蜂巢机上到这个蜂筐上去，让它这个巢机跟蜂筐是一体的，现在是两者是分开的。那么我们好，就这样子直接一画过来。如果力度很大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把它压穿。这个上蜂巢机是最简单的，这个看 OK， 是不是没有掉？我们检查一下有没有烂，完好无损。接下来我就教大家怎么把这个蜂筐放到我们的蜂群中去。入了心的人曾说我就忘，动了情的人曾说放就放，虽然